别的没什么了。三二一，加油！马可应该是拿完红了的。看我这边，马可，小心马可这边。没事，马可没带的，马可没带。收到你们，收到你们，先把高点了，先把高点了。这橘子，高点了可以开。马可了，兄弟，马可。马可没进化，马可没进化。死了这两个，注意看。关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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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杀不了，杀不了，杀不了。高点，杀点。走。中一中一，我先闭了。我看一下我就蹦跑。对面红，这波是阿里，没事。第四圈。Nice。十五秒大。下路有玻璃线的，脱了没？加速，冲中了，冲中了。走了，看一下，没事，看一下，没事。马可撞我了。兄弟，我反开了，关羽拉回来了，扑进去，兄弟，我也迷到了，我在进，可以，不是了，没复活甲的橘子，马可，看马可，复活甲，猪小心，没事，看猪，可以，攻死了，杀了一波，中有无限，中一波，没事，护主，兄弟，直接保线，推的我能扛，可以，直接霸者，今天就给我扛死在这里，扛不住，兄弟，猪扛了回，不用，不用回，我继续。你别扛死，死不了。还有血手不？一波了，我的是吧？没事，没有，我没看好，这把我没看好呢。我好几次闪了，没事的，继续干就完了，没事。还好有个血手，走吧，可以的，走吧。我觉得其实随着赛程越往后走，像艾斯这种精神。